我流感了，应该2个礼拜前吧。一开始说不是流感，然后吃了药，然后休息了，好像好了一点，然后突然间又病了，然后又病的时候就去医院检查，然后就说是流感，打了个点滴，给我30天的药。因为他其实这次的流感呢，真的有2个多星期，就吃了药好了一点点，然后呢又继续跑行程，然后呢因为还没有好全嘛，所以又复发，就一直是一个恶性循环的。从首尔到海口没有直飞的航班，我们其实今天是坐专机去的。对，就是为了今天去参加这个彩排。明天的演出还有一个惊喜给到 Jackie 们，其实什么惊喜的话，就希望大家看跨年舞台吧，从头看到尾。Devil in a black dress, they must have kicked you out of heaven. I wish I knew you were an actress. I fell in love, I fell in love. 拜拜，我们跨年见面 ，Let's go. Team Wang is there.